单介绍一下，我姓郭，然后名鸿飞，我的家呢是在东北，然后现在目前在杭州服侍，这也是一个很巧的机缘才带我到杭州去侍奉。那我最先接触一对一呢，我觉得准确的讲就是去年的年末，今年的年初。之前在教会服侍期间，然后在读书的过程里面有听过一对一，准确而言之前也有被带过，但是我觉得从一对一本身的事工角度上而言，之前的被带的过程还不够全面，也不够那么具体。那直到今年年末接触到一位李老师，那他就是在国内去做这一个牧者培养的一个事工，然后接触到以后呢有一些交谈，然后经过面试啊或者怎么样层层一系列的，后来觉得还好，然后就建立了这个一对一门徒的这么一个关系。之后呢就从老家要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巧的机缘，因为那段时间的需要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比较适合成长的空间和平台，然后来锻炼我提升我，这是其一。其二，我的家在东北，和李老师的距离也非常的远，如果在家的话一年可能见一次面都比较困难，所以基于这两点就选择出来，然后到了杭州那里去侍奉。那大概我被一对一这样的带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左右，首先在这一年的过程里面我们见面的次数不是很多，那大概不到10次，然后每一次见面会谈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不是很仓促那种，在见面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比较深入的去聊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那当然每一次见面的地点的李老师每一次都很风趣的讲，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哪里呢，如果在上海的话我就会和他在一个地铁站里面的一个餐馆，他说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如果在杭州的话我们就会在东站也是一个餐馆，总而言之每次见面的地方都是餐馆或者是咖啡厅之类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坐下来简单的去聊一下，然后随着时间然后渐渐的一点点再聊一下近期的一些内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第一，之前没有被这样的一个带过，就是有一位老师每个月或者是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跟我有一次会面，然后比较深入的从生活侍奉，然后属灵生命的状态以及到情感各个方面都有一些分享，这是之前前所未有的。所以当这次一对一门徒的训练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首先这个帮助就很大，因为我一个人从家出来置身在外去侍奉，我觉得最考验一个牧者的，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那种孤单和寂寞。因为在牧养服侍的过程里面每一个主日或者是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都是一群人，那我会服侍大家，然后会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工作，可是当聚会结束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回家的时候如果赶上比较晚的时间，就觉得会有一种很巨大的落寞和反差，因为从教会那么多人的地方退出来以后自己回到家，在路上如果碰到就是比较晚的时候，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想法，因为这么大的城市自己只身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考验牧者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帮助的。所以每次跟李老师在见面的时候呢也会谈及到这一些内容，并且他也会询问不仅是询问教会或者是工作侍奉等等很多，更主要他会询问一些情感呢，或者是你内心个人最近状态怎么样，我觉得这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很大的帮助，所以从而在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再积极的去面对侍奉，这是首先的。那么其次的呢，我又感受到在侍奉技巧上有很大的突破和成长，因为之前呢从学院回来然后进到家里面去侍奉，经过几年的实习再去侍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经院里面的东西它毕竟是书本上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想把它活生生的落实到实际的侍奉当中，在一个操练的过程里面，它就要还有很多细节的处理和筛选。但是之前呢我觉得自己生命的成长还有积累的这个过程都是在经院里面所获取到的，
所以一回到实际的牧会当中，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难以化解，因为实际的生活和书本上的知识文字它是不一样的，这两者之间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怎样去化解，我得不到这样的技巧，所以渐渐的才发现由于这方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就给我自己的侍奉带来很大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我也感受到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最大的挑战也就在于面对人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处理好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之前还是准确地讲没有学到，没有完全的去掌握到，这是其一。其二呢，也没有一个比较能够一直陪伴我的一个属灵长者不断地给我帮助，这些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今教会啊在面对年轻人的过程里面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很多年轻的牧者起来服侍，他最终走不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缺乏属灵的导师去引导去带领。那之后我接触到老师以后，他会给我提供很多的指导，并且告诉我怎么样能够把知识性的东西准确的落实到实际的侍奉当中，然后在两者的关系里面他又教会我怎么样的能够把它去处理好。所以我觉得在侍奉的技巧上就给我带来很大的提升，给我自己的一个侍奉的一个感受也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突破，因为这个瓶颈就度过去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好，我自己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在整个侍奉当中属灵生命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最难的操练也就在于属灵生命的这一个日积月累每一天的操练。所以前段时间的时候，国内教会有一些环境，特别是江浙一带，然后这个时候老师也在跟我聊的时候提醒过我一件事，他也跟我讲过到天主教的问题，从中他给我讲了一个例子，他就指出很多在生命当中或者是灵性当中比较有建树的几乎都是天主教。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太清楚。那他给我指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生活上有很强硬的一个操练度，在那里硬度是很厉害的，也就是每一天祈祷灵修读经的这种生活这种时间这种习惯，你是否能够日积月累的在那里去锻炼自己，久而久之这种生命就会被改变。所以这一点对我的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进入到事工当中特别是忙起来的话，人就会很少的时间会顾及到属灵灵修生活这一个层面，所以渐渐就导致到内在的生命逐渐进入到枯萎的状态，侍奉呢也就变成了单纯的一个工作和侍奉。所以这里提醒之后，我就开始在自己内在的属灵生命当中去克服去操练，也比较硬性的去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怎样一个预期的时间或者是一个度或者是一个效果。那这样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年下来，我觉得祈祷也好这种属灵的生活也好渐渐的成为了一种生命的本能，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而且我觉得它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在这个里面也获取到很大的能量和力量，能够帮助我面对很多的侍奉，也面对很多的矛盾和冲突，我都有了力量。所以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被带的一个过程，我很重要的一个收获。我觉得这也是我出来这次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我很庆幸这一点能够得到这些收获。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我有去接触或者是牧养小组或者是带其他的所谓的弟兄姐妹门徒也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挑战是很大的，因为在领受的过程当中我不觉得什么，可是当自己实践的去操练去给予去带领其他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挑战又来了，因为要怎么样的去花心思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一些文字的东西能够具体的落实到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很复杂的。所以同时呢提醒我两点，也是一直提醒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急，特别是做事情的时候我希望很快就把它做好，但是我发现在一对一的过程里面快有的时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事情，那如果又没有方向的快，那它就会更糟糕，它就会把我陷入到矛盾当中。所以在一对一的过程里面，特别在跟胡牧师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歌中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有两点，在带别人的过程当中，爱心和耐心，我觉得是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如果没有爱心的话，那我觉得就很难陪他一起成长，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必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他也会反馈出很多自身的信仰问题、生活问题、情感问题。如果在没有爱心的一个过程里面，一段时间我还可以去接受。可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话，我觉得渐渐的，这个就会让我觉得很麻烦，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很多余。所以，我觉得爱心是一个第一大的前提，因为爱能包容一切。其次，我觉得是忍耐是很重要的，因为要很多的时候需要这种忍耐的心，来默默的在旁边看着他，或者是帮助他、扶持他，然后一起成长。如果这个忍耐的心稍微没有训练好的话，很急躁的话，那么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同样也会出现很多反复的情况，甚至预期想要达到的一个理想效果也都不会达到。所以，这是我觉得，爱心和耐心是在带领他人过程里面所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当然，技巧方面，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和经验去累积的，因为侍奉的技巧，一定是这样的。之前我对这些可能没什么概念。可是经过被带的这个过程里面，真的发现，老师就是老师，他确实是有独到之处的，他能够来带我，也确实是因为在他生命里面蕴藏很多的财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很羡慕，可是羡慕的同时又提醒我，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生命当中各种的资源，投资到我要专注的这个地方，所以相信当我的投入、付出，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的收获跟这一些应该也是成为正比的，所以这又是一个我自己在带别人当中的一个感受。最后我想聊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感受，之前侍奉，我有很多的同学，也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年纪相仿的一些年轻的全职的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的侍奉在很多的时候都很茫然，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教会委派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似乎疑问过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那个疑问呢，与教会相委派下来的任务相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的疑问放下，因为觉得教会这个还是比较重要。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人能够及时的帮助我们、指导我们，很容易就会在这一个困惑的阶段，有的时候会放弃这个侍奉的路。所以我身边接触了很多人，今天就是这样，因为受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最终他选择放弃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这一年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那就是牧会。那这一个清楚的方向的辨别，是源于在老师带领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引导，当然不是诱因，而是他不断的帮助我，能够让我去理清我自己生命当中侍奉的一个方向。这是原来根本就不清楚的。之前的话，如果教会想去传福音，有这样的任务我就要去做；有音乐敬拜，有这样的任务我就要去做。不管什么样派过来，我都要去做。那么到今天的话，我就会发现，这一年下来，我就清楚了我要做什么。我想，在我自己的这个年龄阶段，我觉得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如果还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一些次要的、不是很主要的东西所占据，那么我想，最终我所做的事工也会徒劳，那我自己的生命也不会带来巨大的收获。所以在整个为期不到一年的门徒训练的过程里面，我身为一个被带领者，我觉得这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这也是从蒙恩悔改一直到求学到很多年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在这一年当中就差不多已经被烟消云散了。所以最后呢，我觉得如果别人在带领的过程当中要去有的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也就无非是这两点。第一个，要有这样的爱心，那其次呢，要有那样的耐心。那至于经验嘛、技巧嘛，我觉得那个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好，就到这里。